特别喜欢的霸道总裁，今天喜欢霸道总裁，发型好变态呀！霸道总裁在你心目中是什么样的？我真的好想试一下。就是那种比较凶凶的，但是呢……啊，我知道了，就是表面凶，但其实很温柔的那种。对对对对，就是那种。就是，比如说你身上有把枪，你想的是要给他，但是你嘴巴里说你拿一个试试，就过来把这把枪丢给了我，然后自己就掉头就走。啊，我明白了，明白了。过来。在哪？过来。来了。3 2过来，快！你吼那么大声干什么嘛？你是不是笨？你太笨了吧你？啊？你怎么这么笨？怎么这么笨？对不起，迷路了。哎，是不是这样的小姐？哇，你们两个好变态，好变态！心动的感觉、啊、你原来喜欢这样的呀，我天哪，哎，比较柔弱的女生喜欢啊，就是喜欢强一点的男生。二甲你要不要小姐？老司机啊，二甲，我要我来了，在哪里？哇，感动啊，么哒。你怎么连衣服都不会穿？有星星，哎，你给我买呀！转身，进去个头。嗯、啊！哇，一记头！你怎么这么笨、啊？哎呀妈呀！你在哪里？我。不是你说你们玩的很开心？哎呀，八哥，我喜欢这种剧情。啊，好玩好玩了！哦，还有，能不能好好照顾自己？应该需要你照顾。哈哈，大哥，走走走走走。